的国民度一直是不容置疑的，可他每次出现在大众面前迎来的不是认同而是质疑，被认为不过就是装疯卖傻的小丑罢了。二十几年主持生涯从万人追捧到被人嘲，谢娜相信自己一定会再次站在大众面前。事实上谢娜本身就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她就能弥补上去，主持节目真实又搞笑，可主持并不是她唯一的身份。唱跳时舞台上迸发出年轻活力的舞蹈，年过四十依旧铿锵有力，如今参加乘风这档综艺成为了节目的焦点。本以为凭自己人气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，却遇到了这一季最强劲的对手美伊利亚。美伊利亚是二次元宅男宅女心中绝对的女神，一首极乐净土就唤起了90后青春的回忆，就连凤凰传奇和王东城都为之倾倒，纷纷当起了榜一大哥。美伊利亚舞台上唱跳活力十足，现实中甜美元气的笑容让人心都萌化了，就连华语第一女子天团 SHE 出身的 ELLA 都没有信心战胜对方，更何况是主持出身的谢娜呢？所以谢娜二公不装了，直接释放自己真正的实力，一手面纱票数段曾直接晋级，美伊利亚都傻眼了。